香港背靠祖国内地，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内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香港经济转型和创新提供重大的战略机遇和不竭的动力。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的后盾，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多年积累的专业优势，有广大爱国爱港力量的坚定支持，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特别是未来的一带一路啊的建设，香港呢作为它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贸易中心的一个突出的地位，可以在啊国际接轨的这个商贸、律师啊、会计啊等等的优势方面呢，发挥的一种极致。这一家的交流的话，也给香港的企业家还有香港的金融界人士非常好的一个交流还有学习的机会。